嗨，大家这边开车了吗？这还是在频道第一次说这句话。这一次的影片又是吉米系列啦，会和大家聊一聊我截至目前为止的车主心得。心得会包含到有铺装的山道、高速公路，甚至还有 offroad。首先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高速公路的行车体验。这是我第一次开着吉米上高速公路。身为普里人的我，上国道的初体验自然就是给人以山脉美景闻名的国道六号了。有看上支影片的朋友就会知道，我才刚刚考过汽车驾照，所以对我而言不只在适应新车，同时也还在适应国道。排气量 1462cc 自然进气，时速马力100匹的吉米，我在买它之前就对它疲软的动力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实际上国道以后，吉米整体给我的感受正好就是那句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的相反，表现是超乎预期的。除了目前正在驾驶的吉米，我曾经开上国道的车就是家里的 Lancers 大房车 ES240， 所以我整用这两台车当作比较的基准。前后都采用麦花臣悬吊的 ES240， 是舒适取向的设计，跟为了越野为主要目的所打造的吉米比起来，其实过弯的稳定性以及侧倾的状况是差不多的。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吉米的行路品质没有传言中的不堪，但也可能是 ES240 的操控并没有我预期的好。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车长4.9米的 ES240 在过弯的动态时，经常是车头已经出弯了，车尾却还在弯中。这样的物理特性可能正好跟吉米因为车高造成的不稳定两两打平，造成了我觉得两台车操控是差不多的结果。虽说如此，动力还有隔音的表现当然还是由 ES240 胜出了。我目前正在行驶的是通往普里虎头山飞行伞的公路，是一条典型的有铺装的山道。一般在网络上的评论都是说吉米不适合跑国道，但我自己的感觉，吉米跑起这条只有 2.6 公里却必须爬升200公尺的蜿蜒山道的时候，动力的表现反倒是比跑国道的时候更有不够力的感觉。如果用机车来类比，感觉很像骑着一台 125cc 的机车上山，某些路段油门已经用了70-80%了，时速却还是只有40-50。至于过弯的动态表现，也跟我跑国道的心得一样，和大房车的感受是差不多的。这边是有一个坡道哦。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铺装道路的行驶体验以后，我想去试试吉米越野能力的念头终于是按耐不住了。虽然天候不佳，疫情期间也不适合呼朋引伴，但是抱持着对吉米越野能力的信任，我还是决定单枪匹马往南投郊区的林道出发了。这条林道我曾经骑着大篷拜访过好几次，所以正好也可以用来体会看看究竟开吉普车探访林道跟骑着重机有什么差异。目前的路况还是水泥跟柏油交错的产业道路，我也维持着后二驱的模式。即便是这样，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四轮在这种路况中比较安定的优势。我骑大篷的时候来到这样的路面，会对前后轮接地处的路况斤斤计较，但现在只要我目测眼前的路况只有一颗轮子可能会打滑，我甚至不用做特别任何操作，就直接碾过去就好了。车下有四只脚，再加上车室的隔绝，所以虽然眼前是雾霭云烟的气候，我的内心并不特别紧张。就这样夹杂着有点过于安逸的感受继续往前，我也来到了 offroad 路段之前了。打入试船咯，期待了这么久，现在我终于要正式体验开着吉普车离开铺装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了。这条林道的路基是有比较稳定的岩石所构成的，路面上尖杂的泥土也压得相当扎实。虽然如此，上一趟我在连日大雨的季节骑着大篷过来，还是骑得相当胆战心惊。而我现在的感受呢，简单说就像是玩一款游戏，但是直接调成简单模式。如果骑着大篷的难度是10，那目前就只剩下4以下，驾驶需要做的事就只有踩油门，接着吉米就会开始摇摇晃晃的往上攀登了。
虽然相较于骑着大篷挑战林道，在吉米身上是安逸了许多，却有不同的压力以及需要克服的难处。骑重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失去动力，导致失去平衡，倒车，然后弄伤自己。开着吉米的时候，内心担心的是四个轮子同时失控打滑，导致整台车冲向断崖或是山壁。除此以外 ，offroad 的过程中，内心也会一直担忧着，拥有一大堆机械结构的底盘会不会撞坏？这些都是骑乘了大篷的时候，比较少会去担忧的新的挑战。如果要我形容，我会觉得开吉米跑 offroad 很像是在攀岩，求的是稳，不是快，得要慢慢来，好好的搞清楚每一个胎面的抓地状况，再谨慎的通过。就像是攀岩的要诀，三点不动，一点动。而骑着大篷就像在越野跑，首要目标是维持的动能，让惯性协助你穿越眼前的障碍，两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乐趣。现在是我开的吉米第一次在林道进行回转，比起骑车，吉米有倒车档，而且挂上倒档的时候一样有四轮传动，使得这个过程意外的轻松。回想之前骑着大篷一个人闯林道的时候，很可能只要一个回转的过程不慎，车子倒在有坡度的泥泞地上，就可能会受伤，还有牵不起车的风险。吉米显然是安全了不少。说到这边，有些朋友可能有注意到，至今我都还没给吉米取小名。事实上，牵车的那天，老爸虽然一时想不出名字，但最后有转头问了我妈一句“帮助”的英文怎么讲，可惜没有录到。但是已经足以判断出来，老爸是想透过“帮助”这个意涵的衍生来帮他取名。虽然至今为止吉米还是没有具体的小名，但我觉得老爸真的很厉害。如果说我未来的计划是继续深入的探索台湾，那么吉米的到来很可能真的会大大的推我一把。回程，林道中的云雾也随着午后的对流越来越厚重了。这一趟我除了来兜个风，体验一下吉米的越野能力，也是顺便要试个新装备，还有要在林道里面帮吉米做个简单的小改装。至于新装备是什么，这一集就先卖个关子，目前得赶在变天之前找到一个够大的腹地，让我来搞个车子。现在在 4.5K 左右吧的路边，来这边兜兜风，顺便来这里装下我的车子。我买了这个吊环，这个吊环的用处是把这个螺丝替换掉，然后改上这个，这样以后就很容易可以在车里面绑东西或者是勾东西了。因为我家的车库啊，其实那边蚊子很多，在那边施工的话很容易被蚊子咬。点蚊香的话又不太想要蚊香的味道飘到那个新车里面，所以就来这里放个风，然后顺便把这些东西都装一装。哦，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个是假啊，听说是假螺丝嘛。据说整车总共有12颗，1、2、3、4、5、6、7、8。好，大家再找，先把东西都拆下来。哇，腰受不了，腰受不了了，一直弯。腰腰，我的腰。刚刚下雨了，如果下雨的话就不太妙了。内六角，我这个感觉以后 offroad 应该会很吵啊，腰腰腰受不了了，一个男人的腰啊是最重要的啊。哦，哈累，好想花钱给人家装啊。如果人家只收个几百块的工资，我没有必要省吧。啊，好啦，因为我应该是自己的腰现在不舒服，所以才会觉得值得。不过话说回来，那些人其实这些给你服务的人啊，他们也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每个人的腰一定都有使用寿命嘛，就看你觉得值多少了。就像有些人可能会嫌 Uber、Foodpanda 外送贵，好像说只是帮你送一下就赚了你好几百块走，
可是我觉得不止，其实 Uber 跟 Foodpanda 不只是那个辛劳而已，还少算了一个，一般少算了一个，就是他帮你承担了。人家说行车走船三分险，他帮你承担了上路的风险，这个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部分。啊，好。装完吊环以后，我也要赶在雷雨之前下山了，而这次的影片也即将近尾声了。最后想说的是，首先真的很开心，台湾的疫情看起来好转了不少，由衷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次的难关。但是依旧在防疫期间，我后续不可能会马上就着手拍摄跟吉米一起冒险的故事，所以下一支影片就会开始剪辑之前骑着大鹏的库存，如果不嫌弃的话，还请不容收看咯。目前其实也有不少朋友在关心，欸，大鹏，你 DL 是不是不骑了？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就像是个喜新厌旧的孩子。毕竟不管是开车还是开新买的吉米，这两个范畴都是我生命中的初体验，难免会喜新厌旧。但相信老司机都懂，凡事都是有蜜月期的，包括上片的人跟观众之间也是嘛。所以说，尽管目前喜新厌旧，可是既然 DL 还留着，那未来肯定还是会继续骑的。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大概就是这样咯，我们下次见。